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 Taylor 的412C112 Freight Limited Edition， 它是来自于泰勒4系列的这个限量版。体的这个连接处呢是12频，那么12频的制造呢，让整个琴的有效弦长变得更短，所以说它的琴码呢会有个向下的位置。上弦针到下弦针的有效弦长呢是630毫米左右，上弦针的宽度呢是1.75英寸，44.5毫米。那么好了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非常特别的412 Freight。那么首先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 Solid Sitka Spruce 西迪卡的云杉单板，那么 Back and Side 它的背侧板的主材质呢采用的是 Avango， 也就是古夷苏木，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翻译成叫非洲核桃木。那么在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 Wedge，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镶嵌，背面呢实际上是个三拼，它这个古夷苏木的材质加上这个乌木以及古夷苏木的三拼 three piece。 那么这支琴呢，它的琴头呢是做成了镂空式的古典式，那么在卷弦器方面同样配备的雕金技术的卷弦器，它的音孔花环呢采用的是类似于八系列的 abalone 大颗的这个母贝的这个镶嵌，红灰色的护板。那么我们知道 Taylor 的标准筒型呢有最小的 GC，下面呢是它经典的 GA 啊，在下面的是 GS DN 和 GO 筒型，那么 GC 呢也是其中最小的系列，实际上和 Martin 的 OM 呢有点像。那么这种筒型呢，它的 balance 它的均衡做得非常好，琴体呢相对比较小一些，因此操控感呢会更好。这款琴的设计呢非常适用于玩吉他指弹，它的声音呢会相对比较中和一些，均衡呢会更加的好控制一些。好了，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支 Taylor 的 412C 12 Freight 的声音吧。